说这间燕沙龙好像很厉害，于是我要来大便，法了，啊，不是，是大便法啦。你看我像美人鱼般的卷度，就像艾丽儿一样。不过今天要来剪短短了，咦，这样好像还不错看来。让我们来倒带一下，看看发生什么事。原来只是先把长度剪掉而已。我们还是赶快来看到底变怎样吧。啊，怎么这么美丽？恭喜我们的艾丽儿终于登大人了。拜拜。